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appy Share 的特派专员。今次我试食了香港金末假日酒店 Bristol on Demand 的自助晚餐。酒店邻近尖沙咀港铁站，而餐厅就位于酒店的一楼，灯光有光猛，入到去地方几阔落，拎嘢食出出入入都不会那么容易同人撞亲。博地大玻璃设计，最靓的景观是弥敦道的街景，比其他有海景的自助晚餐这方面就舒适啲啦。开始看食评之前，不如订阅、赞好、揿埋个钟仔支持，分享埋就更加好啦。今次自助晚餐的主题是环球海鲜盛宴，等我带大家看看冻盘的冰镇海鲜餐先。波士顿龙虾、英国面包蟹梗系走唔甩啦，啲膏都几多喎。自助餐入面少见的东南亚濑尿虾、小龙虾都有啊。仲有纽西兰蓝青口、雪肠蟹脚、加拿大翡翠螺，唔好睇佢其貌不扬，逐一爽弹鲜甜，绝对系海鲜餐嘅 MVP 啊！冻虾咧就正正常常啦。刺身方面，大陆嘅吞拿鱼、三文鱼、红鲷鱼、甜虾、章鱼都有，厨师即叫即似。鱼类的味道就正正常常，贝类和虾就够晒鲜甜。看埋其他冷盘和前菜先，有三文鱼塔塔、日本芥末蟹肉配木瓜、鲍鱼海鲜沙律、清酒啫喱杯、龙虾配芒果沙茶酱，仲有腌三文鱼芝士火箭菜沙律、龙虾忌廉芝士卷、雕草三文鱼多士。这个是鲜虾配甜椒黑醋沙律，试下味先。龙虾配芒果沙茶酱，大大件龙虾钳插埋壳，够鲜甜。牛油果大虾，牛油果就够晒腍，虾有弹牙，好夹喎。落到去热盘啦，首先是一连串海鲜，大子炒西兰花瑶柱汁。鲍鱼冬菇烩伊面炒得几干身，南亚嘅咖喱同埋配菜都有好几款，好有诚意啊！天妇罗又系炸得好靓，法式焗龙虾等住你嚟夹啊！仲有呢个咁靓仔嘅鳗鱼海胆饭。好，试味时间，法式焗龙虾，芝士汁好多蘑菇，龙虾有好多膏啊，正啊！不过咧，拎咗要即刻食，因为一冻咗咧就会好漏噶啦。焗酿蟹盖、酥炸生蚝、软壳蟹天妇罗都系必食推介，睇得出系用心去整嘅。天妇罗炸得好靓，件件都好干爽。呢、这个软壳蟹天妇罗仲外层松脆，内层 juicy。等我转头去拎多件先。喜欢吃龙虾肉的就要拎这个姜葱炒龙虾钳了，手掌这么大只的龙虾钳，淡淡肉好鲜味啊。咦，听到有人摇钟，原来是限量供应的美食，等我出去拎先。新加坡咖喱辣蟹配炸馒头，馒头炸得好酥脆，拎来点汁就最适合不过了。个酱汁咧酸酸辣辣，好正宗。不过咧就真系未必人人食到啦。大大盘嘅西班牙海鲜饭啊，上面铺咗好多海鲜，厨师仲滗咗个龙虾钳俾我，哇正啊！头先见到嘅鳗鱼海胆饭都系限量供应噶，橙红色嘅海胆配上烧汁鳗鱼，混合珍珠米，万上靓，味道仲好正啊！推介啊！扒路除了有烧牛肉之外，还有这个少见的千层酥皮鲑鱼威灵顿，即叫即似，看到入面的 layer 一层一层，做这道菜应该花了不少心机。记得要加上雕草忌廉汁，酥皮包住三文鱼、菠菜、菇菌和饭，吃下去又几清新。好，睇埋仲有半条嘅熱分台先。
哇，啲海鮮真係由頭帶到落嚟喎。好啦，又試下味啦。煎海鮮都係正常水準啦。如果你係海鮮怪呢，應該會好鍾意㗎。蒜蓉粉丝蒸扇贝就普通啲啦，可能摆咗一阵，啲粉丝都冇乜汁。食到饱就饮下汤，原盅花胶炖汤咧，足料浓厚，饮多几盅真系回晒本啦。龙虾汤真系好浓，不过味道就偏咸，热饮感觉就会好啲。第二个位出动食甜品啦，超过20种嘅甜品选择，全部放得好整齐、好精致，切饼啦、马卡龙、松露朱古力、蝴蝶酥、布朗尼、曲奇，仲有源源不绝嘅哈根达斯雪糕啊！不过咧就只系得四款口味。哇！边个会嚟自助餐食馒头同埋面包呢？拎个葡挞试下啦，真心唔错喎。酥皮燕窝蛋挞，蛋就好滑溜，酥皮好多层够晒松化，必食啊！比得上茶记嘅出品，上面嘅燕窝份量都唔算少，系必食嘅推介。另外我仲揀咗一大堆靚靚嘅甜品試食啊，全部細細件細細杯咁，方便試多幾款，又唔會食到咁攪攪。好似呢個栗子塔同埋焦糖果仁塔咁，一啖一個，方便又滿足，同埋真係幾好味喎，唔會死甜咁。諗下再試下邊件先。這個呢個雜莓意大利芝士餅，少少酸，幾醒胃喎。整體嚟講，甜品都好有水準，好驚喜啊！而我推介就係呢三款啦。分别是不算好甜的马卡龙、朱古力味好浓厚的波奇丸蛋糕，以及焦糖味好吸引的朱古力费南雪。价钱方面，香港今日假日酒店自助晚餐做紧限时优惠，买一送一，人均479元，这个价钱算几抵食，性价比好高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片，麻烦俾个 like 和订阅我的频道，还可以留言告诉我知。想我下次去边度食嘢，同埋介绍去边度玩。下一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